现在今天要聊一个我很陌生的题目，就是我以前一直没有搞懂它的意思，叫做百货公司的周年庆。我一直以为百货公司周年庆是庆祝他们开幕一周年这件事情，其实是庆祝。所以每次他们庆祝一周年，我想说他们不是已经开了十年了吗？为什么还庆周年呢？周年庆的意思就是最一年中间折扣最大的时候。对，例如说他的那个化妆品，他会用一个 set 一个组合。例如说你这一罐精华液可能本来是3000块，但是他可能那个组合就会可能洗面乳、精华液、卸妆乳，然后一个 set 很烂很烂，我拿过很烂的，很烂。这个牌子啊，我买它买了好几万啊，他就给我一个包包，我这个开包包我看是成本10块，然后就是打了这个牌子的名字，然后换来呢这两个，一个呢是擦手霜，然后呢这个是颈霜，这颈霜你这也太小罐了吧，很小罐。哎，这个你质感是不是很烂啊？你看，对，因为我这两个加起来买了10多万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买了这么多，他送这个东西，我连打开都没有打开过的烂东西，我觉得他这不是真是来骗小孩的。这是大毛巾吗？还蛮可爱的。海滩包。对啊，你看这好不好？哎，这好什么？这给我，这我你小孩最喜欢看的卡通。给你，我给你。哦，徐熙娣他们今天是要换礼物，哎，给你的话就没有东西穿。这个是一块大毛巾跟一个盒，随身杯，这什么东西？是防晒乳吗？还是随身杯？那个保温杯了。杯子 S 有用吗？这对我来说非常有用，非常有用。那你拿东西出来跟罗妹妹换。好，手卡你要不要？这个包包里面加上两罐试用品，对于各位小姐来讲是有吸引力的吗？没有。那刚刚那个透明袋加上大毛巾跟杯子呢？对呀，对，你看你这样讲，好好好，现在都说不好了吧？对呀，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啊，那游泳带出去超棒的。你小孩也喜欢这个卡通吗？对，也喜欢呐。卡通 S， 你问了你又不表示意见，不然我那保温杯给你。整套人家十年，你为什么我也想要啊？哪有跟客人要跟客人抢东西啊？把整套拿过去给他。我主持很辛苦哎。可是真的会发生那种抢夺东商品的画面吗？抢限量的时候会，有时候一天只有30组，可是如果你要抢限量，你就是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，可能已经变成20组了。然后你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买的时候，又剩10组了，所以你就说我不要想，我就买了，就只能这样，不然就没了。是有导播用耳机通知，十组，谁告诉你只剩十组？丝绒在你旁边，所以你他那个门一开，你就要跑进去。他不是骗你的，是基于现在50组，等到你醒过来的时候，真的已经50组就没了。因为我有去排过，就是等他们那批客人走了，他们就会再拿出50组，就是位置方向一搞错，你就完了，你就是失去。笑死我了。真的你就完蛋了。比如说你要是有人用 BB 弹射你，今天假使我要去逛这间店，我通常都会先去看景。就是说我要先看景，没有你的专长跟嗜好是看景，跟周年庆无关。就我要先看一下说哦，我那边停车都看景，就是他先看好台北是有什么不要钱的停车位让他去停。对，因为他就是限量，就是滴答滴答滴答一直在响嘛，你就要跑到这边。百货公司有放音效是不是？就没有啦，真的，而且阿咪在你旁边。所以你们需要为这件事情存一些钱吗？不需要存钱，但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。像这种 DN 有没有？你就是无时无刻都要熟读，就你有时间在等录影的时候，你就要熟读，就要一直读，一直读，一直读，把它读到一个看你需要什么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熟读后画重点，然后就是杀去那个专柜。熟读画重点，用荧光笔画，然后剪贴，全部都要。剪贴贴在哪啊？就是类似我都会做这样的笔记啊，就是类似像这样嘛。然后就是你要贴什么，你要买什么，不然你会忘掉，你忘掉就没有办法再去第二次啦。你有没有生活啊？你工作量是很小，是不是？请问你旁边放了一个垃圾桶吗？对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怎么都换到这么好的东西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是这样子。这个呢，我大家家里一个家里大概要用7、8个垃圾桶，所以呢，就是趁他周年庆的时候，就是买多少他可以打折扣，然后买多少再可以打折扣。这一个垃圾桶要7、8千块哦，因为我要买两个加，所以就加起来要买10几个。所以我就要等到他周年庆的时候我去买，买了以后呢，哎，足了。你希望你家垃圾桶都长得一模一样？对呀、啊，可是我买了就很后悔，这个你只要摸一下有没有，它就有印子。嗯，你就每天不断的丢垃圾，然后你还觉得你不要碰我的垃圾桶，一碰完就有印子，你就要去。而且小纸屑是不是会跑出来？
不会，但它有一个优点，它这个有一点有洞嘛，初一十五时候可以烧金纸。说罗小姐，你买这么多可以送你东西，我就挑了这两个。这是就是瓶盖的酒，塞酒瓶，那不是火星塞吗？不是，可是问题是我不喝酒，所以我买拿回家只能去搓米酒或者是搓醋啊这种东西啊，所以就很无用。红酒我们家是有在喝哎。可是你们家不是有，你只有手卡，然后没有东西。我根本不喝酒的，也是弄了一个开瓶器。好可爱的牌子，开瓶器，一个设计的牌子。对，这都是同一个牌子。这个可以，而且很好开这个牌子。真的吗？拿专辑去换吗？可以。真的吗？为了孝敬父母，应该可以。你们营养了要拿专辑跟你换哦。你只有用专辑换不太好吧？用你怎么这他的新专辑啊？柜姐的朋友。哦，对，那么多柜姐的朋友，换两个柜姐来好。我有东西可以跟罗姐换，什么？因为我实在太想要他那个开瓶器了，所以我身上刚刚好有那个几张面包店的贵宾卡。你那面包店的贵宾卡蛮厉害的。对，你的贵宾卡不厉害，因为王思佳跟我讲，罗姐你要吃什么，你告诉我，叫他们准备好，你去店里拿就好了。哇，王思佳这么厉害。那一碟是什么东西？这是那个昆虫的哦，就是幼儿图卡，做什么用？做什么用？认识昆虫？对啊，后面就会介绍有很多东西。就是，所以你儿子现在可以背下很多昆虫的名字吗？对不起，我本来我那时候买是想说，哎，这样子可以让他跟他互动多嘛，学习，就有一个叫 iPad 的东西，好嘞。好玩。我们家现在除了乐高还有 iPad， 他在其他什么他都。佳姐，你又要了小朋友，佳姐给你，你有时间？对啊，我有时间啊，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么大的。那你那个毛巾被要给他吗？好啊，金姐，你有想要这个铁锅吗？我不觉得他会用，这个不会有人要。我跟你讲，王静要不要那个毛巾被？有点危险。毛巾被要不要？毛巾被，我摸一下那个毛巾被。因为看起来蛮舒服，躺在沙发上看书看电视还蛮舒服，还蛮香的。看电视啦，玩电脑可以换这个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比这个轻多了，你赶快把那个卡，赶快把卡跟书给他。哇塞，还书全部都要给你，书是立体的吗？对对对，它是书是这个。哇，很棒哎！哦，书是在绘本哦，好高级哦，很可爱，然后它上面有注音。它上面是有注音的。小时候我是一个软软的毛毛虫，长大以后有蝴蝶啊，就变成有。这个我女儿现在六个月，刚好读这个啊。要不要？熊家，小孩子本来是熊家姐，然后又被你拦下来。没有，他本来是只想要给他看而已。所以你要输是不是？因为熊家姐，你小孩不是很大了吗？我一个五岁的蝌蚪，其实可以送给小孩子姐。五岁读这个有点太……好了，他给你，你不要再蝌蚪可以。这个很好玩。你干嘛都不自己去买啊？我日理万机，我哪有时间买啊？我这个好啊，免费当然好啊，好啊。那台是什么东西？